决战2012，国民党呢是推出了马吴佩。不过根据一周刊的报道，吴敦义的夫妇呢，他们两个人非常爱算命，而且呢，他老婆蔡令仪呢还到处说，最近他们问到了算命师，有算出了吴敦义有皇帝命。哎，哇，说出了皇帝命，这个样子是要抢马英九总统位置吗？这些话甚至传到了国民党高层耳里，让马英九的辅选团队是相当的担心，因为蔡令仪过去的夫人派和英夫人团作风是比较强势的。担心会重演2008年马大姐补选的后遗症哦。不过蔡令仪呢，因为她深耕基层的妇女团，在地方相当强势，很有势力，和吴敦义成为互补。基层呢还需要蔡令仪的帮忙动员，因此中南部的蓝营本土派的人士呢，还是力挺吴奎夫妇。对这样说法呢，只是听听就算了。